是生活。各种艺术表演在顶中，和大家是大开眼界。这是在1999年官府所举办的第一届街头艺人选拔活动，因为效果未歹，第二届竞选活动嘛已经接受报名了。我们是在这个礼拜六21号，4月21号礼拜六下午2点，在斗南田径场要举行征选。那我们的报名哈，到20号礼拜五都可以报名。希望大家喜欢表现自己哈。喜欢呈现自己的所有的乡亲哦，只要你愿意当尝试当街头艺人，愿意把欢乐带给别人哦，都欢迎来参加我们云林县第二届的街头艺人的评选。因为婚姻关系，农业官这几年开始进行转型，文化处长李明甲表示，因希望透过街头艺人将文化活动推展出去，将幸福送给每一个角落。为了让休闲的地方就有音乐哦，那我们希望这样的街头艺人可以带来幸福感哦。让一个观光休闲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个街头艺人的出现，让我们不用在台北的东区，我们在云林的很多角落，云林有超过30几个公共场所都欢迎街头艺人在那边表演，那我们希望说在云林也可以发现幸福。这个竞选活动总共分作三个种类，有表演艺术、视觉艺术以及创意工艺等。李明甲指出，第一届街头艺人拢未歹的发展，所以鼓励大家做伙来考证照。那很多街头艺人也靠着这样的一个街头的表演可以真的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只要你是学生、家庭主妇或一般上班族你要让自己有第二专长。让自己有第二张证照欢迎街头艺人是一个捷径哦。第二届街头艺人竞选活动报名将到20号截止，第21号在大南店进场展开竞选作业，也欢迎民众做伙来观赏街头艺人的演出。记者林依林、王金星，长报道。